想办法交给子墨。快走。阿祖的。李湘同志，上海已经沦陷，我们在那里的电台遭到日军全面破坏。上级命令，你尽快潜入上海，与那里的同志取得联系，重建电台。1937年，我第一次来到上海。这是和延安完全不同的世界，空气中充满着阴霾。在当时的上海，电台的重要元器件都被严格控制着。想要组装一部新的电台，困难重重。
我是学京剧的参字部，是樊师傅的徒弟，那天我正好出去买东西，侥幸没死，但是我成了一个孤儿。 宋哥，您看。
おい、え、太监。なんと、山崎大佐がお呼びだ。コウ君様、コウ君様。でかこと。去啊。you
了，东哥，东哥，我说你干他们什么啊你？急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人抓到了，我真生一次病，抓什么人啊？艺妓馆的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一窝端全都给抓了。东哥，你着什么急呀？等我呀！东哥，东哥。杨东，等你半天了，艺妓馆的照片。办手续办事，核实过后就可以交流。嗯嗯，我们相混是吧？要是再让我看到你，你就永远在这待着。滚！
这是我亲手炒的，你最喜欢吃的。太太，再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最好的朋友万明牺牲了，就在我眼前。要革命，要抗日，就一定会有牺牲，你必须坚强。我很坚强，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而我呢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。老板，洗出来，加急。胶卷呢？胶卷在哪里？说，雅莲。慢着，慢着。没想到，临时接到活，做衣服去了。去哪儿了？黄毛饭店。哦，我给你织的毛衣要不要试试？我这再试。凉凉手。抓住那个人！Oh!
敢在租界捣乱的。你是想找死是吧？起来！开枪！开枪啊！道长，你是不是不敢开枪？お前が誰だろうと、これが上海からの最後の電報になるだろう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発信源が現れました。現在位置を測定しています。公共疎開にあります。報告。316号敵発信源を発見しました。発信源は疎開庫にあります。位置測定に協力を求めます。はい、了解。报告首长，林翔同志来电，一级战略情报，日本将在太平洋有重大军事行动。
我立刻向中央汇报。走了，走。林翔通知他又发来了一封电报。是热的。これを見つけました。発信機であります。五代大家董源，南派山水画，开山鼻祖。其画树林野树，平原幽深。其笔法如马披散，而错落有致。师父现在生死未卜，我们却只能躲在这里。我要去救他。子墨，你干什么你？怎么，你是来抓人的吗？你往常的冷静都喂了狗了？你要真把我当汉奸了？鬼子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现在去就等于去送死。亮堂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去送死，我今天也必须要去救他。你给我让开！子墨，让开！子墨，你们都别去，我先生我自己去救。喂，没事，干嘛呢你们？是不是嫌自己闷长了？子墨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二婶，请进来吧，你小姐。法宝手法就像法宝员的指纹，
没有两个会完全相同，所以模仿别人的发报手法是有效的隐蔽手段。もしもし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力強がまだ生きてるって。前より活発になった。人違いだ。絶対にやつだわ。我々の鑑定では、林翔の家から出たものはただの地震機とラジオだ。発信機などない。そんなもので今度我らの時間を無駄にしないで。ありえん。现在就要拿这批货，提货号码，如果你们两个说错一个，就都得死。9605-5414。停！你说。9605-5414-7311。是的，就这个提单号。好，可以放人了吧？哎，慢着，我重庆有朋友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嗯。被我发现说谎，你们不得好死。你好，给我接重庆9号专线。爸爸对我笑，我是爸爸吧。如果我们不能看到林翔的话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对你儿子笑了。你们这对狗蛋，你想害死我？老子不是吃素的，重庆也好，走私也好，来了我的地盘，就定要跟我打个招呼。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等等，货不是已经到了吗？现在就去。我都说有了。嗨，这回能放人了吧？把他的油都带回去。
放人放人啊！知道这样做很危险，会没命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怕你离开我，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了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民国24年。汪精卫遇刺中枪，子弹伤了他的中枢神经，后来他去日本求医，报纸上天天说他愈后良好，即将复出，没想到他落得如此下场。他是罪有应得。这个消息我必须立刻向上级汇报。嗯。昆仑山，我是刘洋河。汪精卫在日治疗失败，已经末日。另外，传送情报的日本共产党员已成功隐蔽，请求上级指示。グアムの戦いでは、我が皇軍は帝国のために最後まで戦い、小幡秀吉閣下をはじめとする全軍は栄誉なる死を遂げました。報告。現地の配信物資と隕石を見つけました。医療団に反戦分子がいるって知らなかったの？知らなかった。本当に知らなかったですか？快点帮忙收拾东西，我们要尽快撤离。上级指示，带惠子一起转移。好。还有，为了安全，电台分开埋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一起去接惠子。我知道了。快点！快走！身上装的什么？黄酒，法国的，最棒。嗯。你抓你，你给我一路。ハンセン分子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した。彼らは郊外にある廃棄工場に逃げようとしています。这飞机啊，本来是法租界的，现在呢乱了，是维希政府呢还是大高乐的，说不清楚。无所谓，我代表法国征用它。这也太破了吧，还能飞得起来吗？飞机多坐一个，三个人能飞吗？三个人可能起飞不了，但看我的技术没问题。兰芳，你保护惠子，一起走吧。我不走，要死一起死。这是命令。你说过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。
我一定会来找你的，相信我。 皮儿，我推你走。啊！
师傅，